费有戏，天籁童声学习记，在展现少年歌艺，守护最纯真的少年梦想之外，接下来就是一个原创课堂，还有为关注新时代青少年儿童的成长和美育教育。对，节目将挖掘少年们在音乐方面的创造力和想象力。培养他们的音乐审美，有目标有希望，我的飞机开始飞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，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。我觉得小朋友的悟性真的很高，我给他讲了他马上就能反馈到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，让少年们通过丰富的音乐课程学习走向梦想舞台。